人家站这老高都能给薅下来，绘图转生角度，一年一个的决斗长忍者再次更新。这种忍者呢，他不一定很强，但是他一定好玩。还有一个特殊机制，掏心窝子。如果你的角度再长，或者再后胎没死，对面的血量到达一定血量，直接就是从天而降给他搂住。你是火影唯一一个后胎斩杀的忍者，掏一个人和每次登场呢，都会给你加一个心脏，每多一个心脏，二技能呢就会多一个属性的面具怪。那要是手里没有面具怪的情况下，这两个技能就显得有点长了呀。OK， 这把两个心脏够了，至少呢咱们多一个技能，我比他长他够不着我。二段再接上，浮空有点低，走过来喝杯小伙立正呢，接上红二一抓不打了，墙角螃蟹已经飞不过他没关系，先等一下技能，不着急提升我们的查克拉很关键。 OK， 等他放技能提升下来抓一下，两个技能赶紧叫完刷新一下 CD， 接上红 A 两下，技能是一个又一个，伤害是让我一乐又一乐，是真的瓜。对面敌人咬，注意看这波，我一个小转身，3D 游戏是这样的，大招不贪直接开，跟我对技能，我给你看这个，只有两个面具怪，伤害不是很高，但是够用了。下来之后，文件二技能，走过来一技能，再摸一个刀，查克拉一叠，大招骗踢，哎，踢不踢 ？OK 了，这个血量已经结束了，血量提升了，但是并没有什么用，斩杀线已经到了，你的心脏我收下了。